哎，这次相亲应该就失败了吧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这车是我自己的，然后呢，我贷款买了一个房子，因为全款买的话确实有点困难，但是我用这辆车挣的钱应该很快就能还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们不合适，哦，不是，我是想问你喝哪种饮料？